谢。接下来下面一首乐曲为大家带来的是唢呐的协奏曲《黄土情》，我们掌声欢迎他们的演出，谢谢。
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唢呐的唢呐人，是我们的吴慧峰吴大哥，再一次掌声给他，谢谢。慧峰大哥今天的太太啊，他也在现场演奏，他是二胡的演奏员。那他今天跟我们分享，他说今天早上七点多的时候，慧峰大哥呢还自己开着车子，然后跟他讲说，等你吼，我开车出去练一下唢呐嘞，啊，吹完练习完之后，九点前再回来接你去演艺厅。然后他就说，啊，我就没有办法像我先生一样那么有耐性的练习，我自己哦椅子都坐不住。然后呢，他就每天练唢呐的时候，他说慧峰大哥刚开始，因为他担心唢呐的乐器会吵到别人，所以他都是自己躲在自己的轿车里面练习。然后他说，拄啊开始咧笨的时阵，跟他塞工嘞，无怪哦，迄囡仔拢叫伊卖哦，安尼哦，大人会感觉真差。啊，我说那现在还会很像塞工吗？他说不会，现在很好听嘞。所以掌声再给慧峰大哥一下，谢谢。慧峰大哥，你要说说话吗？感谢大家哈，占用大家的时间来听我们这个潜水团的音乐会。团员大家都很努力，很努力，每个人都很努力。坦白讲，我也是一样，当然。还是感谢大家，欢迎有兴趣来我们新生迪米国乐团来参加这个音乐团，真的很不错。房思智，而且增进夫妻的感情，不错，欢迎大家来，谢谢。